是要收一个，还是要加偌济？哈？我妈讲加一丝丝就好。哦，对啦，一丝丝啦啦。好啦，一丝丝啊，哈，来。嘿，有水吧？嘿嘿嘿，水哦。你骗我？啊，这是学校规定啊，啊，不是我做主的啊。啊，读高中本来就是爱好好读册，那有时间过头毛啦？锦叔叔啊，你干阿骗？哎呦，阿玲啊！现在流行短发呢，人爱看电影的吼，拢讲要改迄个戴咪摩尔头啊，吼。